讲到这个 round 哦，特别是哦，那个 round，因为这边有个前括弧，两个前括弧，三个前括弧，所以后面一定要有后面一定要有三个后括弧。好、哦、啊，特别重要，每一个括弧啦都有一个前后关系，前后关系。我想这个也比较是容易打错的，少一个都不行啊、哦。如果说你少一个后括弧，常常会出现什么错误呢？它会出现说那个语法错误。不过呢，应该是第四行错，可是它会变成说它变成是第5行错，没有没有，他跟你讲说啊这一行错，主要是原因是因为上面少一个后括弧，我、哦、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后括弧打一下，哎，这个执行就没问题了。OK，啊，这边也不会有个叉叉的这个讯息啊、哦。那除了用 run 的这个函数之外啊、哦，其实在那个 Python 里面呢，还有一个用格式化。格式化就是有点像 Excel 里面那个有没有？你取得小数点第几位，你可以用那个怎么设定格式化来做设定。那差别是说呢，哈，run 的是真的四舍五入，但另外一个叫 format 格式化的话呢？它只是表面上帮你啊、做个格式化，它实际上它里面没有变更你的里面的资料了啊、哦。那可是要怎么做哦？特别注意哦，我们本来是把它恢复成，如果我用第二种方法，用什么？用 BMI 啊，这个 BMI 这个不用 format 的话，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未来的话，很多地方呢都会用到这个 format，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把它做 format 哦。我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话。有一个说明啊，你们可以往下找，其实一下那个说明。那实际上要针对这个 BMI 去做格式化啊，它的写法大概是这样啊。首先第一个呢，你需要给它什么呢？格式化的文字啊，一个字串啊。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，针对这个 BMI 呢哈，做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，所以我必须先在前面，我的习惯是前面先给它。一个字串，这个字串的话，主要是格式化它的那个公式哦，那个公式要怎么下哦，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未来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format 哦，就有点像 Excel 里面啊，你如果不会格式化的话，自己全部都要函数还麻烦，你如果内建有那个，那使用的方法一定是双引号哦，两个里面的话加一个大括弧，啊、哦，所以习惯上一定是先把这个先打，然后。再把你的规则给它，比如说我要取得小数点第二位的话，就点2f，OK 哦，点 2f 指的就是我要取得小数点到第二位啊，跟这样，因为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冒号，冒号后面呢给它点 2f 的这个格式哦，所以特别需要这个是一个公式哦，那后面的话呢，怎么使用那个 format 呢？特别就你就在这边加一个点，打一个 format。哦，其实你打大概点哦，自己打完好了，点 format，然后呢，把 BMI 包在 format 里面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括弧再一个后括弧，OK 哈、哦，把 BMI 有没有？哎，加一个什么了？format 把它括起来。那前面这一串呢，指的是我要格式化成什么呢？小数点的第二位。那至于呢，未来如果你要格式化成其他的形式哦。我在云端上面有一个表格，反正呢，你只要照那个表格来做了啊。其实这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那个 Excel 里面的那个自己去定义格式那种感觉，蛮像的。OK 哈、哦，只是说这个部分，也许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的话，可能要稍微把它记一下，这个还蛮重要，因为未来只要是 Python 里面哈、哦，做一个格式输出都会用到 format，而且机会还蛮大的。反而用 run 的，我记得好像相对的会少一些，因为怕 run 的有时候就把资料失手录了，哦，反而不是我们要做出的结果。我只是说，只是想要输出的时候失手录，但我里面的资料不要帮我变更，那你可能就要记得用 format。好，那 format 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同样的方法哦，我只是把它改成 format 这样子而已哈，然后把它执行一下，看一下结果 O 不 OK？50，180，Enter。好，结果你会发现，这个结果哈，哎，跟刚刚 run 的做出来的结果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，那只是差别是 format 啊，format 是表面上哦，它没有真的帮你把那个 BMI 里面那个变数值改成这个小数点第二位，而 run 的是真的帮你改了，OK，所以这两者之间哈会有一些差异哈，OK，好，那
最后的话呢，如果说我希望加一个评语在这个后面的话，哎，这要怎么做哈？其实如果你用 format 的话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哎，这边已经有个字串，那这边又有个字串，哎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，那是不是说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干脆把这个串接符号拿掉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因为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连续的字串啊，那你干嘛中间还在串？它本身就在一起了嘛，所以哦，甚至你可以怎么把这个有没有串接符号拿掉？那你会发现我把它执行50 180，其实这样也应该可以的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刚刚那个串接啊，像我们刚刚这边加一个串嘛，啊，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多余的。好，那我可以怎么样把它 delete 掉？好，输出结果一样 OK。好，所以呢，它会怎么样？针对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反正我就针对这个字串，针对这个字串的，只要是你有大括弧的位置，我就把 BMI 塞到这里。所以哦，以后如果你有几个大括弧啦，啊，后面你就给几个啊变数，它就可以针对有没有格式帮你丢。所以一边是处理输出的资料，一边是输出的格式。哎，这样其实相对也比较单纯哦。这个所以封面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尤其将来你要处理一些大数据，或者是说网络爬虫，哎，爬下来的东西你要把它格式的话，哎，这个是颇重要的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哎，可是如果我今天校长加一个什么呢，评语过轻的话，哎，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什么，我再把评语两个字加在这里，评语，那可是问题，评语冒号，对哈，哎，那是不是这样的话，输出看一下50，啊，比如评语冒号180，哎，评语冒号过轻，哎，可是问题来了，这样好像要少一个，这边应该换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换行怎么办？哎，你可以自己手动怎么样，在这边加一个换行，换行我上礼拜讲过嘛，对吧？推资源里面叫什么？反斜线 N， 反斜线 N 就是换行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以后你看到这个符号，表示说，哎，请你在这个字串的这个位置哦，帮我换行一下。哎，如果输出的话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50 180，哎，有没有？他就帮我怎么样，在评语这个地方 Enter 一下了 ，OK。但问题来了，嗯，那我后面的那个评语冒号的那个过轻有没有？那应该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应该要帮我不要换行啊，这边不要换行，可是你却帮我换行了，造成那个过轻跑到下面去。所以哦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这边如果不要换行的话，就把过轻直接接到后面的话，那我最后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。刚刚有提过有没有？就是在这个 print， 它因为它只要是 print， 就一定会换行。如果你不换行的话，你就要做一件事什么？在这个 print 的最尾巴的地方怎么样？加一个什么逗点？刚刚写过了吗 ？end 等于没有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叙述意思就是说哈，请你帮我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的换行哦删除掉，那过轻不就上来了？嘿，那不就符合我要的预期结果？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啊哈。所以我是 step 来讲，那么看一下加这个哦，然后执行一下，50，都一样的，180 ，Enter。结果就大功告成 ，OK，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：一，我们是在这边哦，加上什么？本来这边是用了一个什么了？哎，本来是这边哈，把它 back 一下，所以最后完成的画面在云端上也有了啊。在这边呢，我是加什么？加一个格式化的这个公式。记得哦，这个习惯上一定是什么双引号两个先打，我的习惯了，然后大括弧先打，然后一个冒号先打，反正它的架构 format 一定是会先打这些，然后再给它规则就点 2F， 点 2F 就是小数点到第二位 ，OK 哈、哦，
然后呢，后面点 format 什么呢？把 BMI 帮我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，啊，再做输出。那因为这边其实可以不需要串，啊，然后输出完之后，后面可以加评语，所以评语的话是换行反斜线 n， 然后加一个评语冒号。OK， 然后最后的话呢，记得怎样？再把尾巴的这边哈，点什么？嗯，尾巴的这边。 评语冒号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把尾巴的 enter 拿掉 ，end 等于空的，嗯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。OK 哈，嗯，应该结果就，那细节部分啊，这边打错了，应该是逗点。OK 哈，好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完成了那个程式码。云端上也有啊，各位可以参考来试一下哦。